那我已经要求所有单位不能够放弃任何的机会，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那该负责的就负责。当晚这个每一架空军F-16的战斗机在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在花莲外海之中，那最后呢空军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成立营运中心，那同时国防部空军总队还有海巡署都各单位都彻夜不休全力搜救，但是我们的飞官的蒋正上校仍然尚未寻获，那目前所有单位都还在持续的搜救当中那蒋上校是我们国军的好长官好弟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那我已经要求所有单位不能够放弃任何的机会，那全力的救援是我们现在最优先的任务。那空军已经将 F-16 全面停飞进行检查，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那该负责的就负责，那该检讨就检讨那我也要求国防部在这个此时此刻那么国防战备中不能有任何丝毫的松懈，那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无虞。但是我要再一次拜托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给我们国军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力量，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军弟兄姐妹在这个此时此刻更要挺起胸膛，那么坚守岗位，各位是我们守护国土守护国家最重要的英勇战士，那全体国人都会是我们国军最强的后盾，我们会一起继续加油努力，谢谢，谢谢大家。